我早已不信，他在你额头上的火焰已经回自动消失。这里古灵冷火的本源，我刘给你。若不小心，我一定想用炼化我的灵魂，你没那么容易。但凡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乱来，然后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再相见。想要救我与你父亲，这下可没人救得了你了。你根本没有丝毫意外，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学生。老师，我对你一直很满意。老师。